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外邊位置咧就江連八十帶啊，響佢外邊嘅馬分別有友誼喜悦啦，最出六三仲有線路神話，咁啊中檔位置金髮銀髮粉紅眼罩嗰只進佔第四啦，內欄第五綠色衫粉紅就仲係好如意啊，大約跟住個第六位啊紅衫洋洋大道啦，後多層嘅馬先有天天得樂啦，咁啊出邊啊開心三多啦，內欄位置仲係好掂水啊，藍衫尾五咧仲係標誌亮子啊，後邊四匹馬東方飛翼精。算謀略響尾三啊，後邊兩匹馬分別係足金好球啦，紅眼罩包咗落尾嘅馬係進益善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匹係嗰只光年八十啊，跟住第二位咧外邊線路神話已經係上咗嚟啦，第三位又好如意啊，第四位粉紅衫仲有呢只友誼喜悦啊，中檔粉紅眼罩金髮銀髮啊，大外檔嗰邊咧咁啊有紅衫洋洋大道開心三多，馬林中間咧精算謀略啊揾緊位，同一隻標誌亮子喺度爭位啊，好啦，正在。直路啦，前面光年八十走甩咗半个马位啦，见到埋边天天得乐追紧上嚟，中间位置仲有线路神话，外边上有粉红眼罩金发银发，外边追仲有精算谋略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埋边透出嚟天天得乐啊，外边精算谋略个势相当劲，两马拍住嚟兜，后边嘅马仲有线路神话，接近终点精算谋略赢啊，跑第二名天天得乐，第三名线路神话。第四名咧係嗰只金髮銀髮啊！大外檔嗰邊咧咁啊有紅衫洋洋大道開心三多，馬林中間咧精算謀略啊揾緊位，同嗰只標誌亮子喺度爭位啊！好啦，正正直路啦，前面光年八十走甩咗半個馬位啦，見到埋邊天天得樂追緊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線路神話，外邊上有粉紅眼罩金髮銀髮，外邊追仲有精算謀略啊！最後百零米啦，埋邊透出嚟天天得樂啊！外邊精算謀略個勢相當勁，兩馬拍住嚟兜，後邊嘅馬仲有線路神話。接近終點，精算謀略贏啊！跑第二名，天天得樂；第三名，線路神話；第四名咧，係嗰只金髮銀髮啊！就知道有嘢大盤嘢，或者轉頭咧，方物變上。